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相信校长啊，各位同学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My name is 麦麦。回到熊中真的感觉非常好。那我今天来是要讲我失败的故事。我希望，我只要我是一个最惨的熊中人就好。希望也能够提供给各位同学，能够在未来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当各位的垫背，用奥杰的歌唱的黑的歌陈其迈是我们熊中的学长。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相信作为熊中人，面对失败，面对挫折，倒下去马上爬起来，就算爬不起来用爬的，我们也要达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高雄市长历年来都没有熊中的人当市长哦。我们希望未来熊中人已经那么卓越了，我们今年诞生一个熊中的市长好不好？最后引擎启动了吗？当然不是超跑情人梦，引擎启动了吗？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，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的奔驰，冲冲冲，进进进，达到你人生所设定的目标，让我们的高雄也好，台湾也好，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，这是我们熊中人的使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